才我发错信息了，把发给我男朋友的信息发给老板了。能撤回吗？已经超过2分钟，不能撤回了。你发了什么信息？我们老板好烦啊，每天都给我做不完的工作。我觉得你要离开这家公司了，一路走好。老板回我信息了，马上撤回，我就当没看见。啊，可是已经超过2分钟，不能撤回了，怎么办？你肯定要离开这家公司了，再见。撤回是聊天应用里一个常见的功能，你经常用吗？如果你想学习更多有意思的中文，就来 GoEast 的官网看看我们的课程吧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。每个周三，我们一起学习课本上学不到的汉语。记得点赞、关注和留言哦。我们下周三见。